好，我是皮革创作老师啊。我们这个是后丰社区大学独特的第一门课程。那这个我们这边呢，这个是从学员的一开始的这个基础创作，从这个从零到有啊。我们这个第一个学员第一次的作品呢，都能做到这么丰富的作品啊，真是令人激赏啊。他们这个在第二学期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将他们所学的技能哦，都已经做成了包包。这些包包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，然后连这个缝线呢，都是用他们自己手缝的，啊、哦，然后他们还可以那个做出更多的一些创意跟那个想法，啊，那我们后面这边呢，后面的这些比较大幅的作品，也是一样即将在这个七月中的时候，再到我们台中市政府再去展期，再展三个月。那这些作品呢，也会在台中市政府那边再去做一个展览，好啊，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展览。那另外我们在丰原火车站，现在展期到七月底也有一场展览，好，哎，欢迎大家到丰原火车站跟台中市政府来我们看展览，这样子可以做这个艺术的升华，好啊，自我的成就，以及这个疗愈系的课程，好，皮革商品的制作。好，然后这个培养副业新技能，跟我们这个协助开立工作室，好，然后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皮革的艺术创作来学习，谢谢。